不喜欢的物件，肥阁歹食，还是咱家己做。妈，啊，即马就干那咱两个，是想要煮啊？想要煮，你煮。妈，你嘛知影，我著较憨慢啊，我袂晓煮啊。袂晓煮爱学啊。好啦，既然妈就安尼讲啊，啊，我这做新妇的就袂当搁提示啊。我再试看卖啦哈。妈，歹势，你坐坐，我来买一个沙拉托哈。买沙拉托？买沙拉托做啥？你若袂食，就要买沙拉托。啊，我爱先把遐米啦、鱼啦、肉用沙拉托呢，甲洗好清气。哎呦！洗米、洗肉、洗鱼，拢用沙拉托。妈，我来去煮吼、哦。你姐，我开面讲，到时阵哦，我中毒我就害。哎、妈，安尼我会歹势呢。那做新妇的吼，坐一只，咱大家咧煮饭啦。那么多谢，来，唔免，我无伫受罪，好。阿母，给我倒一杯烧滚水。阿妈，麻烦了，帮我泡一杯咖啡。咖啡？哎，妈，歹势啦，干麦那一杯。哎，别提也做伙讲，我来提。嘉纯，叫伊带车，甲阿妈带转来交婚了。好，我等下。秋芳，你阁想要甲我讲啥是？无，你莫误会啦。我的意思是讲，妈，互你顾，我较放心诶。阿妈一直拢对你大，拢好好。啊，才来我这，大无几工就安尼，我就见笑。哎，秋芳，我知你真烦恼妈啦。啊，不过哦，到阮那些所在，出出入入拢流水，啊，你不如哦，跟妈继续留在阮家，安尼回去嘛较方便。啊，我遐是电梯大楼呢，较舒适，也较袂危险嘛。妈，伊就是住伫你讲的电梯大楼，较舒适嘛较袂危险的所在，去抱断伊的手的，我敢有可能搁有你带断去？秋芳。你千万唔通意气用事啦！你拄只毛听着医生讲，妈这年岁想要复原，都已经真吃力啦，千万袂当阁跋倒呢。做你放心，我知要哪顾。我是感觉玉玲讲了有道理啦，妈若是要回诊哦，住伫我遐较方便啦。而且我是伊的后生，照顾伊本来就是我的责任。你放心，为即马开始，我会特别注意，绝对袂让妈阁出问题。老师兄，你的保证跟你的承诺，有多一项做得到的？你叫我明天怎相信你？